Top Test Prep. Participate in the exam. Top Test Prep 推荐下面的建议：一，您要很熟悉您参加考试的结构。比如说，如果您参加 SAT 的话，您要知道 SAT 一共有几个部分，而每一部分有多长时间。二，您要预习而参加很多联系的考试。联系考试的时候，您要按照考试的时间，这样您可以知道您回答的速度。三，考试当天你要带手表还是定时器，这样你可以当时知道你的回答速度。三，考试的时候先回答容易的问题，以后回答比较难的问题，这样你可以节省时间。